好啦，你至少两个人在煮水。哪个在煮水？你啦，你啦，你怎安尼搞？哎，携手合作啦，携手合作，携手合作。今仔日非常的欢喜吼，看到咱市长当选人啊，咱林世贤林市长啊，这个第一次哈当选以后来这个市公所来个建府拜访吼。咱林市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过去伫咱环保这个医疗联盟等等呢社会事务奉献非常的多，担任这个议员之间。帮咱彰化市争取真侪建设经费，而且对咱宗教文化非常的重视吼。所以讲今仔日由来这个当选来接任吼，员工是众望所归。那么建府呢嘛，希望讲咱彰化市政会当得到足好的这个印象吼，会当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把咱彰化市成做咱宗教。上界欢迎进步的一个城市。那么今仔日主要呢会针对这个初步吼，一寡财政、人事方面，甲未来重要计划做一个这个相应沟通，会当呢做无缝的接轨，和咱彰化市政会当做上好的这个衔接甲延续。已经是我当选市长第一遍来咱工作。拜访咱区市长来甲伊请益啦吼。若无区市长吼，遮尔好个成绩吼，我想民众拢要延续即个执政是有困难的吼，因为即个大环境对民众非常不利因为过去区市长对着市政个治理有真好个成绩即、這个成绩吼，才会当转移吼，予世人会当有机会来。当选彰化市的市长，未来会搁较侪会向区市长学习的所在，拢会一一来个请益啊吼。咱希望这种接轨能够达到无缝接轨，对着未来彰化市的建设，会当做搁较好的认真甲拍拼，和彰化会当去继续来进步吼。这是世贤应该要来向咱区市长学习甲请益的所在。我全部就是退居幕后，包括咱大家较重视这本港这张的，这个张月主任委员嘛是变作咱的林市长，我就全部拢挪退吼，但是呢，林市长需要我这个做协助所在，我会听伊的指挥啊来做协助吼，这大家放心啦吼，我袂去抢讲某一个乡镇吼，一间庙镇长落任，搁人霸掉掉，到即摆搁咧搞。全国财政上好第一名是彰化市啦，这都去显着啦吼。所以讲我诶这方面吼，会交较充裕的经费，咱林市长落去处理啊吼，这样也免费啦。举一例而立人，举一打打人，希望讲后壁啦，后壁市长愈来愈好。基础建立了，你敢想哦？我即摆做八年十个月，我的经验已经累积遐尔深的功力咯。现在在做就感觉有压力，你新市长刚上任时压力很大，所以说你要把所有的工作安排给这样足顺速马上上手，这样市政的推动也无缝接轨会越来越好。结论简单讲，就是所有工作就是要合作，搁再合作，只有合作才有彰化搁较大的进步。所以未来我的市政会合作咱区市长做全面的市政，无分党派吼，无论用人，无论建设，拢只有用合作来代替一切。携手合作啦！携手合作！携手合作！真系铁炸啦！来，林市长加油！林市长加油！林市长加油！